威廉，你来看我甲宝宝啊！小夏姐，你哪会来啊？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去？我去烦恼你呢。 凭你这个臭子，竟然敢造谣编故事，讲到煞风去开房间了。我无啊，我只是捡到阮表哥的手机啊，是阮两个手机啊出去，看到恁两个人的简讯，讲恁两个人去开房间。是啊，啊这件代志我会当作证，啊裁判伊是无辜的。 妈，你莫听周彩萍咧塞弄啊啦！这代志我调查过啊，小夏伊当阵甲叶平迄个接触，啊，周彩萍讲看到李少峰从小夏的车，根本是咧讲白贼。无啊，我迄时阵嘛有讲，我家己外看无清楚是毋是啊？是辅助你家己看到手机啊内面的简讯，看到小夏姐传简讯去互阮表哥，你毋知掠公去掠狗的呢？对啊，小夏。 啊，虽然阮无当场，啊，掠到你家己少峰在开房间，也毋过你的简讯是要安怎解释的？妈，即摆看起来真明显啊，但是周彩萍偷摕我的手机啊，然后家己传简讯去互少峰，请你莫阁听即个查某囡仔的鬼话连篇，咱真正袂用互即个，啥物拢想要偷摕，啥物拢要爱的查某人留伫咧林家。周彩萍。 你敢有偷摕小夏的电话？无啊，我想要安怎去偷摕小夏姐的电话啊？你袂安尼冤枉我，要若无，爱提出证据来啊！陶飞阿兵有讲，你甲即马甲大头啊，成约搁咧偷来暗去。小夏姐，你拢叫伊陶飞阿兵啊？伊迄款通缉犯，敢会袂敢会听你？总经理，我就抓。 我绝对无甲大头仔想来往。这个就算若是有灵性，你周彩萍早就应该落一百定地角啊。妈，你会当去问，你派去保护周彩萍的保镖啊？伊嘛有讲呢，常常找无周彩萍的人，伊一定是利用时间走去咧找大头先。 我嘛想认小夏，啊小夏伫咧公司的表现哦，你嘛有看到？伫打工遐尔拼命，确实讲伊家己卖人家受着恶钱，敢有需要做工课做了遐尔辛苦啦？总经理，威廉，恁两个人拢欠伊骗去啊！伊根本就是虚情假意嘛。伊是一个足贪心、佮足贪乱的人，一方面想要做人家的新妇，乌长安集团的钱甲权。 另外一方面，佮放袂落心，我表哥佮伊旧情绵绵，摊像安尼，两边拢要挃，两边拢放袂落来。啊！啊！叶小姐，总经理，你看叶小姐伊干哪拍安尼？我是安怎毋敢甲你拍？我是一门迄个喙皮，是胜利不傲，我佮少峰。 即马即三个喙皮是为着威廉个你拍的，亲像你即款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，下贱查某，为着钱，你毋知骗偌济查甫人个钱。你巴肚内底即个囡仔，就算讲毋是大头仔生，嘛真有可能毋知是对一个乌鸡送个。周彩萍，凭你个资格，你敢若适合当去继续徛边啊？想要做大某啊，说伊拢无你个份啊！ 啊！你若想要利用这个囡仔迫害我甲威廉的感情，你也搁差咧远诶！叶小夏，你即摆是讲什么笑话？我咪甲你一起跳花来啊！彩萍，小夏，你先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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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我歹听话先打进前，等甲我的后生出事了，我绝对唔准周彩萍的查某囝倒来和我甲伊做伙饲。你若是坚持要甲伊个囡仔带倒来林家，那你真歹势。我会甲我的后生带甲远远远，而且佫会予伊对我生气。到底是在讲啥？啊，威廉对你遮好着，啊，当所长嘛遮尔器重你，啊，甚至佫摕遮尔侪钱，予恁带牛肉面来上市呢。我安尼做已经予恁袂嫌的啦。啊，你竟然无法度来接受威廉的囡仔，你感觉佫有良心吗？妈，莫佫假啊！卖俩尊公，我唔知道你心内在想啥。你无可能真正有周彩萍这个囡仔生了尊多耍，你一定会想空想胖，和威廉甲周彩萍加生几个啦。上好，看是不是会当替你加生两个呀，十个孙呢？妈，唔管我甲威廉有嘴讲甲无烂，甲你讲，周彩萍这个人心肝有偌恶毒，伊的诡计有偌济。你永远拢听袂落去。若是讲你若甘愿互伊牵咧行，不要紧，迄是你的自由。也毋过我甲威廉是无法度搁忍受伊啊，我嘛互伊搭地甲滴要起痟。总讲一句，我绝对唔允准我的后生甲伊的查某囝有牵咧。我无要用阮周彩萍甲伊的查某囝。小夏姐，你讲讲遮尔济，你就是无法度接受我，无法度接受这个囡仔，你即摆是安怎？要甲阮斩草除根，总经理，我看我这囡仔真正无好多教予恁娘家，我今日唔知哪一天会害迄个偷偷死啊！哎，彩萍，你唔免惊，我娘家哦，佫轮袂到伊来做主啦。小夏，卡孙若无好多来接收，迄是你的代志。只要是威廉的囡仔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伊流浪在外口。好啊，既然代志那个遮，我就直接甲话破白来讲。妈，我即马干那予恁两个选择，头一个，我的后生，我甲你带来离开恁娘家。啊，那无就是，你叫周彩萍签一张保证书，保证伊离开恁家离甲远远远，而且一世人永远袂搁甲话离近。啊，那无，等下伊囡仔出世了，我绝对告伊。而且我会告伊通奸，等到我监护权的关系也拍赢了后，我会把我的囡仔带去一个恁完全拢找无的所在。哦，威廉，你有听到无？这个小夏第一威胁我呢，啊，你才徛遐结点点，啊，你家己的某拢无想要嫁死啊是？你真正是暴露呢。我支持小夏的决定。他是第一讲啥？伊拄则讲，伊要告你甲彩萍通奸呢。他是讲代志真正变做是安尼，嘛是我做得来的。但是小夏真要告我吼，我一定会出面审理。更加无可能甲小夏抢囡仔的监护权，而且我有小夏一笔钱，弥补我对伊的亏欠。看起林威廉跟叶小霞，伊根本就是串通好，要乌弯以退为进，演苦肉计。哼，我真正是适合伊。妈，今麦我跟威廉的态度，你应该问我足清楚的。所以，看你到底是要选择阮，还是要选择周彩萍一个？由在你啦，你自己决定。无，我跟威廉倒来公司无用。彩萍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看你认一算好无？